费赠送。这小妞也是免费赠送的吧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我的。哎，你干嘛？啊，你就白给啊？对啊，你刚刚不是说是废物来着吗？你个败家子儿，你放我下来！不，你放不放？不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放开！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就亲上了？心跳还这么快？刚才你干嘛扑过来？你别恶人先告状好不好？明明是你自己不安分乱动，才导致我不小心绊倒，不然我想摔倒吗？你，帮你看看吧，别碰我！让我帮你看一下，又不会怎么样，我又不会对你干什么。如果要是严重的话，我还可以送你去医院呢。疼吗？不疼。这样呢？你这样当然疼了。应该没有什么大碍，这几天别走路了。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吧。不走路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不走路我怎么上学啊？谁跟你一样，整天有人提鞋接送。如果你要是点头的话，你也可以啊。点什么头？做我女朋友，就这么难接受吗？这不是接不接受的问题吧？哦，我懂了，是因为你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，所以没有办法答应我。知道你还问？平心而论，你对这段感情也不抱有什么期望，不是吗？一车的花里，你就带走了星辰花跟雏菊两种，说明他们对你很特别。甚至，你还把他们刻在了告白的信物上。这个真在你这儿？那这么说，那封信也……我都看完了。你怎么这样啊？告白的花那么多种，你偏偏选了星辰花和雏菊，应该是因为它们的联合花语，既可以被理解为长久的暗恋，又可以被理解为不灭的友情吧。你早早就给自己留了一手，如果告白失败，你还可以用友情糊弄过去。说了，自己都没有把握的感情，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吗？说了，听说你是为了李明成才选的光华视觉。美术系这么烧钱的地方，你的家庭承担不起吧？